数位金融这 A B 诈骗也有，他没有停，我想一想，想着停的是吧？没成功，读完几次也是没成功的，储存空间还有3.03 MB，如果你总管手机大概1 MB 左右，它直接要删。你不断的清除资料，你看数据都没减少，不能清，有问题。那点击设定，指定服务，不能让你登录。谷歌服务跟 Google 是可以的，这 APP 诈骗集团的，这个 APP 也是诈骗集团的，没有停用现象。那反白啊，就是没有停用现象，自己开始，你把它清掉，348的人抢了进入。对，这边还有个连接 window，这个是诈骗应用，但是没有提供信息。WiFi 也是诈骗应用，没有停用现象。3.0要增加了，然后你看 FIDO 还没增加哦，真的吗？突然不动了。这个也是早期应用。没有停用现象，你到台湾诈骗集团没做？那咱们手机值得生意哦，对吧？这个不是三星内建应用程式啊，自己家这个手在别人手机不要干什么？三星巴士自己跳出来了，也是没有停用现象。我们现在录音的故意声不动，总之他没有在动的样子那样。那自己跳就30多。设定它会自己跳，它会一直往上跳，所以那是骇客在搞我，清不掉它的资料，而且没办法登录，